我们呢一贯的支持积极支持两岸文化交流，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发展，支持他们在大陆文化发展、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当中能够分享机遇，实现梦想。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发展事业，也主动担负了应有的社会责任，为增进两岸同胞感情和心灵契合出力发声，公开地表达支持祖国统一的鲜明态度，掷地有声，得到了两岸民众的点赞。民进党当局把两岸民众正常交流一概地污蔑为统战，大肆地恐吓，充分地说明两岸民众越是走亲走近，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就越是会心虚害怕。